街坊邻居们，想我没有？哎呀，我也想你们呀，好长时间没见面了。啥也不说了，赶明儿请你们吃饭。哎呀，哎，大姐夫，顺风啊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刚才是你在外边说话的啊？我说呢。哎，我听着好像你说这是请谁吃饭啊？请谁？请谁也不请你。顺风，哎，来来来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大姐夫，那个八号楼那个装修是你们公司承包的吗？嗯，我公司。我承包的。对，就你跟我说晚上你们得有车拉材料，完了我们物业得盖章。对，拉材料的车得进小区啊，你得给我盖个章啊。那个章你还盖吗？我盖呀。哦，你盖呀。街坊邻居这章给他盖吧。啊，我明白了啊！刚才你听差了，刚才我跟街坊邻居们是这么说的啊，我说街坊邻居们，明儿我谁也不请，明儿我就请我大姐夫。街坊邻居他是这么说的吧？是。这么闹的？吃饭啊！真吃饭呀、啊？哎，吃饭。好嘞。好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头子，快点。哎呀，把你那鞋蹭得干干净净的，咱俩收拾利整的，一会儿啊咱全家都上饭店吃饭去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一到晚上都饿这样了，你也不张罗做饭，你老说有人请客，谁请客啊？你还不知道呢？谁呀？二姑爷钱顺风。钱顺风请客啊？对呀。我先吃个饼吧。不是，你这老爹爸，人家顺风请客，你吃啥饼啊？我也垫吧一口吧。不是，大米，爷俩怎么？别吃了，你看干啥呀？你这是，人家钱顺风说请客了，人家肯定请，怎么对人家顺风一点信心都没有呢？就是，真是的，你吃啥饼啊？我先垫一口。大姑爷，把饼给我放这，咋回事啊？啊，人家钱顺风说请咱们吃饭，你们都吃上了，吃饱了到那还吃啥？还吃啥？我告诉你。钱顺风第一次说请我吃饭的时候，我还是小伙呢。我等吃他那顿饭，我得瘦成虾爬子。行，不管咋说，谁也不许吃。老爷，这回肯定是真的。昨天二姨夫老认真的跟我说，赶明儿请我们吃饭了。怎么样？可以，这身衣服咱去敷衍，得，没问题。吃饭。哎，我说，哎，顺风，大姐夫。真去吃饭呐？这么大的老板吃饭算什么呀？吃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，怎么了，大姐夫？是不是？哎，这我对你刮目相看，眼看。怎么了这是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在我心目中你非常高大，是吗？你看看人家是。我对钱顺风要有信心，是吧？咱们怎么的？吃饭吧。就是啊，老头子吃，这回吃后悔了吧？咋的了？那行了，那我们赶紧吃。走了。哎，不对，我们先走啊？怎么的？我们不得一起跟着走吗？你们去哪儿啊？二姨夫，咱不要一起去吃饭吗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请你们吃饭了？妞妞，你记住啊。你二姨夫说那个赶明请你吃饭呢，不是今天，也不是明天，他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，某年某月，某一天。哎呀，行了吧，街坊邻居，你们还鼓掌呢？不就请顿饭吗？我这么大老板啊，我缺钱吗？哎，想当年我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？你来，大姐夫啊！我实在是没时间啊！来，拿着这一笔巨款啊！包死你得了，就给50啊！请孩子吃饭，哎呀，来，再拿着这一笔巨款，丢不丢人的钱顺风，那跟逗吗？行了，100块钱不少了。你听妈说的，100块钱不少了，100块钱买包子吃不了，一天都吃不了。你这100块钱要买咸盐，一辈子都吃不了。